我想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王子涛，我们有请涛涛王子涛。 I wish to 没理由，就要你做我女友，谁都没机会，就要占据你的心，不会拒绝我。So where are you? Come to my party， 因为我知道你。我今天见到这个蜡像，特别感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非常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蜡像，不管未来我多大，它永远是24岁。<笑> OK。 在我看来，我作为这个艺人，能够给大家传递的最好的东西，然后就是特别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